因为他也说他不知道了，还能。那边跳文根儿。那谁越位了？十八号。没看出来。这个是 Lauren 下面这个。Audrey 二二。
没有，他有人进来慢了，进了进了，怎么进了？没错，我觉得他打的是对的，他在打一个center都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要控制一下球，要看，
你现在既然不是很着急，就要多看看往哪传。来，传你。